最近呢，感觉那个，胃肠容量很小的感觉啊，你要加了大瀑布啊，在拓展那个空间的时候啊，就像在挖孔嘛，挖孔的时候好多那个，小碎石啊堆积在，中间呢、啊，小碎石啊堆积在中间，小碎石啊，堆积在中间，因为那个。要把它运走啊，但是呢还没来得及运走啊，所以先暂时隔在那边的时候，容量就被占掉了啊，容量就被占掉了，容量就被占掉了。而这个腹肠那个部位啊，基本上在地球里边比较深的位置了啊，对两个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来说就是。在中间位置上，所以运出去要一点时间，对接那边啊，所以呢，实际容量变小了啊，实际容量变小了啊。好，那我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